盲女牵制喧嚣合集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用盲女正常牵制喧嚣是怎么个情况？我们来试一下修机位六喧嚣的一个合集。我们就不巧不卡那种直角旮旯的地方了。这没封死你可以用那个，你可以分身再调一下位置。双方的话都不是特别熟啊，然后我们都是正常的一个牵制，看一下怎么样。地下是什么？谁叫你带狗的？这个分身放的不好，你要调一下位置。已经二次放置了。啊？真的？哦，就先放过去了。他没有。隔窗隔板的没有。离谱，非常的离谱。不离谱，是这样的。哎，哪个是黑，哪个是白？哪个是黑，哪个是白？这边单练的第二把，溜了溜了溜，直接进步拉点。这监管者移速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吧？这边就触发了一波尾波，好，三波都触发。红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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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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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等，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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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色，我操！啊啊！我操！你打这么凶干嘛？白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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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色。白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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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欺负瞎子。这边的话第三把我们来往板区牵制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板区牵制怎么样，因为这监管者没有办法隔着障物打人的，他只能靠分身那个。来了，红色，红色，哎呦我操！啊，这样对，坏了！你的轮盘是往哪转的？这边话，我们来最后一把。七雪，我都忘记你出生在哪了。我操，我脸上了。哎呦，我那个乖乖。什么小丑角色呀？